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戴维画收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咱们继续的来学习瓷器鉴定。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件北宋汝窑的天青釉的水仙盆。那么这一件的北宋汝窑天青釉的水仙盆呢，是现在存放在大阪市立这个东洋陶瓷馆里边啊。它的高呢是 5.6 厘米，椭圆的这个尺寸呢是22×15.5 厘米啊。那因为它的这个口沿这呢有一些磕碰了，然后呢后面呢就是把它的这个口沿呢这块呢就整体的磨薄了以后，加上一个铜箍啊。这现在目前呢存世的这些这个水仙盆里面呢，那除了这一件之外呢，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哈，它有存了这个四件水仙盆，其中还有一件呢就更为著名，就是没有开片的啊，完全是没有任何裂纹开片，那个呢就更弥足尊贵了。那它是全世界只有一件，我日后呢会在做视频的时候呢给大家更详细的介绍这个那一件水仙盆的它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个非常清晰的近距离的观看和了解它们的细节。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关注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呢，您可以看到我们以往不同视频的内容，以及未来我们持续不断更新的视频的内容。再次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